请掀开经本第九面最后一行，第九面最后一行，一一毛端性能容受一切世界而无障碍，各现无量神通之力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。这一段经文是讲的化身自在，这里面有两句，前面一句说明广容无碍，后一句是说普遍广容不碍普遍。毛端是正报最小的，我们讲正报啊，就是讲身体，身体这个汗毛啊，汗毛的尖端，正报最小的。世界是依报最大的，这不是讲一个地球，是讲一尊佛的教化区。通常佛经里面讲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世界，一尊佛教化的范围。这个经里面讲呢，是一切世界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啊，都在这一毛端呢，没有障碍。通常我们讲到四死无碍，多半都是讲戒子那须弥。哦，这个很不可思议了。戒子是芥菜籽，大概像芝麻粒那么大的样子啊，芝麻粒。须弥是讲的须弥山，把须弥山装到芥菜籽的里面，芥菜籽没放大，须弥山没有缩小，这个不可思议。这一段经文里面形容的，那比这个更不可思议。毛端呢，比芥菜籽小的太多了。一切世界，那比须弥山不知道大多少倍，简直没有法子计算。那么读了这一句，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四四无碍讲到了几处啊。怎么能够相容呢？这是说如来之身啊，怎么能相容？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毛端虽小，称心；世界虽大了，也称心。既然都是称心的，哪有不圆融的道理呢？这个理很深的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。
不但我们没法子想象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乃至于地上菩萨、等觉菩萨，都无法想象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想象啊，与自信呢就相违背了，亦落在言语思维里面呢，就落到意识里面去了。意识有范围，有界限，当然没有办法语言自信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大经讲到，不要说是讲佛的境界了，化身大士的境界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决定不是笼统搪塞的话，不是，它是事实真相。只要你离开了思维，就想象，离开了言语，这个境界就现前。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几次，如来身相如是，我们的身相也不例外呀。如来毛端能容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刹土，我们的毛端又何尝不是？只是如来毛端容纳十方刹土，他清楚，他明了啊。我们这个毛端含摄一切刹土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看不见，听不见，完全体会不到。这什么原因？迷呀。迷雾不一样，但是境界没有差别啊，境界没有迷雾啊，迷雾在人啊，不能说迷了这个境界就现前，悟了这个境界就没有了，不是的，迷雾与境界不相干嘛，境界没有迷雾啊。我们人有迷雾，境界没有迷雾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现代科技发达，大众传播的工具越来越进步，有一点点呢这样的影子的，比如我们在此地讲经，居士林这个道场啊，那么这个道场很小啊，我们这里听众啊不多，可是我们这个录像啊，送到卫星电视，送到电脑网络，立刻就传遍到全世界，都能看到我们的现场。那个荧幕不大了，便能含摄许许多多国家地区的现场。这是用机械也能办得到，办到的很有限。
总比不上的佛这个毛端含受一切刹土，这总比不上。那就是我们的基建也是落在意识里头。这个基建怎么制造的？意识制造出来的。用佛法来讲，依报，依报随着正报转呐。如来现示现这种境界，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小能现大，以能现多，大小不二啊，一多不二，不二就是没有障碍，就是无障碍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，这我们身上的汗毛太多了，每一个毛端都现十方刹土，这两根汗毛的刹土打架不打架呢？底下这一句告诉我，各现无量神通之力，个个都现。那么这是讲的光荣博爱普遍啊，佛到哪里度众生呢？佛就在毛端上刹土里度众生了。佛在十方世界有没有来去呢？没有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，释迦牟尼佛讲了10万亿个佛国度，那个10万亿佛国度给诸位说也在毛端呢。这我们才稍稍能呢体会到一点呢，古人家念佛往生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时不去啊。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听到这个话会生怀疑啊。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时不去，那我还没去吗？还在此地吧。这个是世间人妄想分别之处，实实在在呢，没有来去，也没有生不生啊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。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众生自己妄想分别执着现出了这些幻象假象，但是我们知道假不离真，离开真的那假的就现不出来了。佛在经上常常用影子的梦幻泡影影，我们在这个光明下面身都有影子，影子是假的，影不离真身，那没有这个身哪来的影子，我们拿这个身比作性法性，法相就是影子，法相虽然是虚妄，没有离开真实，真妄不二啊。如果你要明了事实真相呢，那假又何尝不是真呢？
一多无碍，广狭无碍，这就如无障碍的法界了。所以佛度众生，众生得度，往生十方诸佛刹土，或者是造作罪业的众生呢，轮回在六道都没有离开心体，没有离开自信。了解肯定自信的体相德用，就能如诸佛菩萨一样化身自在。这段经文我们怎么学法呢？诸位想想，我们怎么学法，怎样落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？实在说，我们凡夫心量都很小啊，就像毛端一样啊，这么小的心量啊。这个心虽然小啊，可以容大。能容大了，我们这个心量就大而化之了。世尊在《般若经》里面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妙绝了，真的是般若智慧，那不是假的。我们也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说，心量小，我们的生活圈子就小，小到非常可怜了，不但六道出不出去，现在在人道，在人道里面我们这个心量也非常之小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小到不能容人。再跟诸位说吧，不但不能容人，连自己都不能容，小到这个程度，自己跟自己还怄气呀，自己跟自己还过不去啊！你想那个，这不小到连自己都不能相容了，你还能有什么作为？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，就要能够醒悟过来，我们把这个小心量啊扩大，它能容。这个《般若经》上讲啊，大而化之。心量要是扩大了，就把这个境界突破了。现在的名词想突破，我们换一个名词来讲，诸位就更容易体会。外面这个包的东西是这么大，里面呢如果更大了，就把它挤破了嘛，这不叫突破，把它挤破嘛。什么时候我们能把六道轮回给挤破？你的心量超越六道轮回，你看看，把六道轮回挤破了，你不就超越六道了吧？再放大了，能把十法界也给挤破，你就入诸佛菩萨的法界了。这个方法非常妙啊，拓开心量，要能包容啊，知道世间所有一切法，佛在经上讲的，一切有为法。哪些是有为法？
诸位如果度过百法名门的，你就知道啊。百法名门里面讲一百法，这个一百是一切法的归纳，展开一切法了，一切世界一切法了。佛为了讲经说法方便起见，将一切法归纳归类，便于介绍啊。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归纳成660法，660数字还是太大了。天亲菩萨看到这个初学的人呢，感到困难啊，还是不容易接受，就将660法再归纳成百法，百法容易接受了。这个100类里面，每一类里头都是无量无边法了，是100大类，除了最后6个无为法，6个无为法，前面94类都叫有为法。有为法里头又可以包括3大类，心法，心所有法，色法，还有一类叫心不相应心法。心不相应心法，我们今天所讲的抽象的概念，譬如我们讲时间、空间，都是属于抽象的概念，都不是真实的。这一切有为法，包括6道，包括10法界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因此可以突破啊。你也有能力把心量脱开，样样都包容，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，知道这一切法，10法界里面一真庄严，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了不可得。你去执着它干什么呢？不但不能执着，你分别它都错了。诸佛菩萨，像华严经讲的这些化身大士，他们于10法界一真庄严，不但不分别，起心动念都没有啊，这是真的。华严我们才讲这一个开端，已经见到了。这些人在10法界里面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为什么不起心动念，不分别执着？因为这些法梦幻泡影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真庄严的相都是虚妄。幻相有，没有自体，没有体性的。佛在这个里面化身，
自在。啊，过心无量神通之力，这神通之力是讲的这一些法身大士们，在设法界随类化身。哪个地方有感，他哪里就有应，这是神通啊！又能够随机说法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啊！教是教导啊，化是教导的成绩表现。接受佛的教导，他就产生变化了。古时候，儒家教学啊，重视这个化。如果学生接受教学之后没有产生变化，那这个教学就落空了。起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成邪成圣啊，原来是个凡夫啊，超凡入圣啊，变化气质啊，原来是凡夫气质。受了教育之后啊，就能够提升到贤人的气质、圣人的气质啊。这个儒家教学也有三等呐、啊，最下面一等的下等成就君子啊，能够提升到君子的气质，这个风度啊，中等的是贤人，上等的是圣人呐，啊，变化气质。那么这是教学成绩的表现，在佛法里面也有三等啊，正觉。就是阿罗汉辟支佛，小圣啊，超凡入圣的，入的是小圣啊，中等的菩萨，上等的成佛了。那么，这是我们讲超凡入圣，变化气质。教化这两个字意思很深，调伏这是讲的教化众生的手段。佛法里面讲化法化义，教学的方法，教学的仪式，啊，最重要的调顺，调和，众生的心念、妄想、烦恼无量无边啊，这个调是对妄想说的。伏是对烦恼说的。伏是降伏啊。这两个字是何用的？那换过来也行啊，调对心说的，福对身说的啊，
都能够讲得通。调伏众生的身心呢，佛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戒定慧呀，用戒调身呐，用定慧调心呐，然后才能够降服我们的烦恼习气，收到教化的效果。我们要学习，学习佛的化身自在。怎么个说法？在一切人，这个一切时，一切处所，一切大众聚会的场合，我们也要像佛一样啊，要有心才行啊，要有愿呐，我们现在讲的粗一点，有心有愿，大家好懂。有什么心呢？度众生的心愿。这不是发了这个愿吗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要真的去帮助他。真的去帮助他开悟，用种种善巧方便去启发一切众生，言语也好，动作也好，举止谈吐都能感动人呐。所以佛教化众生，善巧方便无量无边。各种善巧，其一类众生的根性。哪一类众生根性呢？在哪一种方便门里面，他体会到了，他觉悟到了。能够回归到戒定慧，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得到的。现在众生不持戒，持戒的广义就是受法，受法了要处置于自然的。今天社会有许多人不敢犯法，不敢不受罚，为什么呢？刑罚太重，他害怕了，他是被逼着不敢犯法了。如果没有这么重的刑罚，他照样犯法。所以他不是出自于自然的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。这个中国人没有守法的观念。我们在台湾看到这个现象啊，随地吐痰，随地丢狗皮纸屑。到新加坡他不敢丢啊，他很守法了。他到外国的时候也没有人教他，他都守规矩了。他在本国不守规矩，他在外国守规矩，也没人教他。什么原因呢？看到外国人个个守规矩，自己丢东西不好意思。在外国人在他国家守法，到台湾也不守法。我看他到台湾呢，啰嗦也是到处丢，为什么？看到中国人乱丢嘛，他也就乱丢了，方便嘛。
可见的中国外国是一样的呀，不是出自于内心的，不是出自于尊重这个地区，尊重这个地区的人民，尊重这个地区的这个社会的整齐整洁，它不是出于尊重心的。他还是受法律的约束，不是甘心情愿这么做的。我们学佛的人要清楚，要明了，那应当怎么？我们要甘心情愿，出自于自信，出自于自然，我们受法，样样都受法。我们的受罚绝对不是怕法律的制裁，不是，法律不制裁，我们也一样这么做法。不定这个法律，我们还是这个做法。为什么呢？自信，信得之流露嘛。哪里要别人约束？佛的弟子，学佛的同修，就要为这个社会，为一切众生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啊。这就是教化调伏一切众生。如来在果地上做，我们现在在因地上就要做啊。果地上所做的是大圆满，因地上虽然不圆满，与圆满相应就好嘛。怎么能够不做呢？一定先要发心，这个不发心，心发的不够大，心发的不够勇猛，我们在行事上就显得力量微弱，时有时无，很容易间断。譬如我们看到这个桌子，这个桌上有灰尘，随手就把它擦干净，是不是我们的桌子？不管了。别的地方，公共场所，看到之后，我们自然就会做，不能，这个不是我家的，这个与我不相干的，我管它干什么？那就错了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是利益一切众生，特别是公共的设施，更要加倍的爱护。为什么呢？是社会大众使用。我们自己用的东西是自己个人的，若有损坏还无所谓，公共设施决定不能够损坏。爱公共设施，你就是爱这个社会，爱这个国家，爱这个国家所有一切的人民。诸位想想看，这才能与菩萨心相应啊，才与菩萨行相应啊。平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啊，这种习惯就是教化调伏一切众生。没有丝毫勉强，
再看底下这一段文，第十面第一行，身遍十方而无来往，这八个字就是一段，说的是法身，法身迷轮呐。这是我们凡夫很难体会的，很不容易体会。但是这是事实真相。迷是弥漫，迷轮两个字的意思，周边法界无所不包啊，法身肯定，法就是自己的真身，这个话的意思很深，很难懂。实在说呢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，我们这个人身体，现在人分析，两个部分合成的，一个是肉体，肉体是物质，物质之外的时候有精神。心理，精神跟物质集合起来的这么一个现象，我们把它叫做人，这个人身。精神这一部分，心理的现象也是法了。物质这一部分，这个色相呢，也是法，色法。心理类部门是心法，你要从白话里头看，就很容易看出来啊。心理这一部分，经论里面所讲的心法八个，八类也，称为八识或者称为八心王，八心法。色法有十一个，我们这个身通通具足啊。合起来，一报正报。一报从哪里？一报从正报来的。依报跟着正报转了，依报跟正报同时出现了，没有先后，没有障碍。我们细细从这里思维，岂不是依法为生吗？心心所法跟色法变现无量无边世界众生刹土，我们佛法里面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不就是心心所色法变现出来的吗？心心所色法既然是自身，是我们这个身，虚空法界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身呢？念白法要能够
身如这个意趣，经上常讲身皆意趣，你就豁然明白了。明呢，百法明，明是智慧呀，让你在这一百法里头开智慧呀，做个明白人呐。明白什么呢？明白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这就叫证得清净法身，这算算明啊。我是听过一些讲白法名门的这些善友照着这个本子讲，照着古人注解讲，把那个听的人讲的越讲越糊涂，所以我跟他讲啊，我说你讲得很好，但是啊，不是白法名门。他说那什么呢？白法黑门。白法暗门，越讲越迷惑吗？佛菩萨讲这一百法，叫人开悟啊，叫人体会到法身呐、啊，然后就豁然明了了。我们这个身呢，确确实实没有来往啊。你说你从家里头到居士林来听经，这有来有往了，假的呀，你迷惑了，你没有来啊，也没有往啊，那怎么现在坐在这呢？现在在这里现身呢、一个小时之前呢，你在那个地方现身呢，现在在这里现身呢，无处不现身呢，没有来去啊，这才是真的啊。这楞严经上佛给我们讲真话了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，你看金刚经不是讲如露亦如电，那是真相的啊。这个意思就说明一个现象，它存在的时间，我们这个身体是个现象，是个现象，存在的时间多长呢？你们一定哦，几十年呐、有人活一百多岁呀、长寿啊，你全看错了，你看什么？看那个《金刚经》上比喻路，你没有看到真相，真相是电，闪电的。那是看到真相，路呢看到妄想，妄想也不长啊。真相是刹那生灭，生灭的那个时间呢太短了，简直就觉察不出来，所以佛讲不生不灭。假如真的是不生不灭，你说个不生不灭不叫废话吗？讲不通啊，确实有生灭，而说不生不灭是形容生灭的时间太短暂了，几乎生灭的同时，这个不生不灭说的才有意思啊，真的是生灭几乎是同时的。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体会到这个事实真相，然后你再晓得身边设方耳目来往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确确这个身体现象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这是法身大师成愿再来的，
我们不是这个道理现身的，我们这个身是随着业报现身的，完全不自在啊。所以我们懂得化身周边法界，报身也是周边法界，应化身还是周边法界，我们的业报身又何尝不周边法界？同样这个道理啊。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那个地狱受苦的时间长啊，地狱众生那个寿命呢，都是论这个劫数啊来计算的。那个劫数都数不清的阿鼻地狱啊，无量劫。那我们晓得，这个世界成住坏空才一个大劫。那世界毁了之后，这个灭消灭消失了之后，这个地狱众生他到哪里受果报呢？到他方世界。这就说明他方世界坏了再转到他方世界，说明业报身的周边法界。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，要不是佛给我们说，我们怎么会晓得？于是我们略略的能体会到一点呢，真的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没错啊。然后你的慈悲心呢，才真正能生得起来，叫大慈悲心。你会自自然然发心善待一切众生。尽虚空遍法界，能够善待虚空法界的众生，何况于我们现在住的地球呢？地球上任何一个众生，我们怎么会不爱护？怎么会不关怀？怎么会不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呢？一定的道理嘛。我们在四相上总是由近而远啊，理论决定是圆融周边的啊，在四相上一定是由近而远啊。在家庭里面总是先对待一家人啊，家里面每一个分子你都会关怀，都会爱护啊，都会全心全力的照顾。家庭之外，我们的邻居有没有爱护过邻居？有没有关怀过邻居？现在这个社会有个反常的现象，我在香港讲经，听香港同学告诉我，他们都住公寓，都住大楼啊，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很小啊，香港居住的环境比新加坡还要小啊，许多家庭啊，一个房间两个厅，那个房间多大了？两张床铺那么大，一个房间呢。我到香港这个青年佛教协会有个法师的疗房，就是两张床铺那么大，一张床铺占了一半，另外一个很小的桌子
大概桌子只有这么大的样子，一个小椅子，房间就满了。很小的厅呢，隔壁住的那家人呢，住了十几年呢，不晓得那一家人姓什么名谁，不往来呀。这怎么是学佛呢？学佛的人啊，这个不但是你这个隔壁的邻居啊，整栋大楼，那这大楼附近的邻居见的面都应当打打招呼，点点头啊。这一点我们不如外国人。你看我们在美国，我在美国住得很久，外国人不认识走路上的时候总会给你打个招呼。好像感到很亲切。外国人在这个人与人间的礼貌很周到。实际上你有困难找他帮忙了没有了。他不会。中国人见到是毫无礼貌，但是有困难的时候真帮忙。请看以下这一句经文。置入住相，了法空寂。这是第九智身。这佛的十种身呢，这智身。智是智慧。智慧能够明了通达一切法相的根源了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。佛给我们说，世间人没有智慧。世间人有聪明，没有智慧。为什么说他没有智慧？他自信没有显露出来。智慧都被障碍住了。不起作用啊！世间人很聪明，这个聪明从哪里来的？聪明从八识里面来的。八识里面流露出来的东西是聪明，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叫智慧。八识里面流露出来的。有很多错误的错觉啊！我们看这个世界，最近这三四百年来，西洋的科技逐渐的在发展了，许许多多的学说，当时都认为是真理。了不起的发现，可是过了一些年呢，又出了一个科学家，又发现一套东西，把前面的定理推翻了。所以现在这些科学家很聪明了，不敢讲这是定律，永恒不变的。他晓得再过几年又有新的发现呢，把现在发现又推翻了。这个就是佛讲的视知变聪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因为他不断在研究，不断在观察，在推测，发现了一些道理。
宇宙之间的奥秘呀。我们看到这个书店的很多些新书啊，讨论地球的起源、生命的起源、宇宙的起源，琳琅满目啊！哎，你看他的东西讲的头头是道啊，有很多图片的，好像是那么回事情，其实呢，完全不是啊。不是他所想象的。进化论里面讲，人是从猿猴逐渐进化来的。那现在那个猴子为什么不变成人呢？为什么有一些猴子变成人，有一些猴子还当猴子呢？那讲不通嘛。但是进化两个字这个意思行，讲得通。往前进它就产生变化了。这个意思叫做。进决定有变化。所以这个原则可以成立，它引用那些四象那就错了。问题就严重了。所以佛讲的是真实智慧。这个真实智慧不是从外面学来的，用不着费那么多心思去研究，去探讨，还要借助许许多多科学仪器，最后得的结论，在佛法里面讲，邪知邪见呐，哪里能解决问题呢？所以现在的世界都被这些聪明人越搞越复杂，越搞越乱。这个现象现在还没人觉悟啊，还在继续不断在搞啊，这世界还不够乱呢，众生还不够苦啊。佛用的这套方法的妙诀呢，用什么？禅定。什么叫禅？什么叫定？禅是立一切妄想啊。我们说的更清楚更明白一点，不受外面一切境界的诱惑，这是禅。定呢，是自己六根对外面的境界如如不动，是定。换一句话说，不会被外面诱惑，这是禅呐。心对境啊，如如不动，这是定啊。要学这一套的本事啊，禅定功夫深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面学来的。那么这个方法很玄，靠得住靠不住的。似乎很少人用这个方法开智慧的，大多数的人都要去学习，都要去研究啊，都要去用思考啊。用思考的人太多太多了，觉得好像是不错，是对的哦。我们也去用这个方法，用世间人的办法，不相信佛的办法，所以信佛好难呐！不肯相信佛的方法，真正肯相信佛的方法，
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。智慧现前有没有这个效果呢？有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慧能大师，慧能是唐朝人，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。传记里面记载的，他没有读过书，不认识字。他的心很清净，妄念很少，没有什么分别之处。因为没有读过书啊，所以生活就过得很苦，靠劳力生活啊。传记里面记载，他是砍柴啊，樵夫啊。古时候住在城市里面，烧的这个柴火是要去买的。专门有一些这一些出劳力的人，他们上山砍柴，捡柴火到城里面去卖。卖了柴火，拿的这个钱呢，再去买米，买他生活上必需品，过这个很辛苦的日子。他心清净。有一次在卖柴的时候，无意当中，柴卖掉了，拿着钱了，准备回去了。听到有人呢在念《金刚经》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经，是什么经，有人在念就是。他呢就注意去听，他都听懂了。说老实话，念的人都不懂，他听的人听懂了。那听到这个人呢念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啊，哎，他开悟了。他就向念经的人请教，你念的是什么？念的是金刚经。经从哪里来的？问他。念经的人就给他介绍。这说明了真智慧呀。以后他到黄梅去参学。坛经前面是他的传记，一生的事迹。到黄梅学了什么？五祖仁和尚没教他了，禅堂里面坐禅没有他的份，他是初学的，初来的。老和尚讲开示也没他的份，分配他的工作到草房里面去工作，做苦工啊。道场很大，住了上千人，每一天的生活，吃的米，米要冲米啊，柴火要烧柴啊，他去做破柴冲米的工作，你说道场那么多人，那个厨房够大了，很辛苦的工作啊。他干这个工作，其实这个工作是做什么呢？修禅定啊。任和尚给他这一套，他懂啊，别人不懂啊。他每天破柴，每天冲米，
冲迷破柴，就是修戒定慧三无漏修，所以他修得法喜充满。这样经过8个月，老和尚才来看他，看他的时候正在冲迷，老和尚就问他，冲熟了没有啊？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就问他冲迷冲熟了，慧能懂，懂这个老和尚的意思，熟了什么是？你的功夫熟了没有啊？不是说你通迷啊。你这8个月在那做功夫成熟了没有啊？六祖慧能很聪明啊，早就熟了。五祖仁和尚拿这个拐杖啊，向他那个冲迷那个对上敲了3下就走了。太懂得，告诉他三更的时候去找他，就跟他两个约好了。在三更时候找老和尚。老和尚还用袈裟把他围起来，不要让人看到，秘密传法了。传什么？讲《金刚经》啊。把《金刚经》大意讲解给他听，讲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他豁然大悟，下头不要讲了。明心见性了，五祖把衣钵就传给他了。这个时候他24岁，自信般若现前呢，对于所有一切法相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事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的。发达和尚念法华经念了3000遍，法华经很长啊，一天念一部，3000遍差不多10年了，自己感觉到很傲慢，功高傲慢，所以到六祖那里去参学，参学当然学人见到祖师要礼拜，礼拜的时候慧能大师看得很清楚，头没着地，头不着地，拜了3拜头不着地，起来就问他，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，你什么地方值得你骄傲？他说出来了，法华经念了3000遍，值得骄傲，头不着地。这才问他法华经什么意思，说不出来。这个时候法达才转过头来向六祖请教了。六祖说，法华经我也没读过，不认识字，也没听人念过，你念给我听听。法达就把这个他念了3000遍，当然背得滚瓜烂熟了吧。从头到尾念下去，念到方便品，方便是第2品。六祖说，好了，我明白了，不要再念了。给他讲法华经的道理，这一讲呢他就开悟了。再拜头就着地了。智慧是禅定里面生的啊！真智慧现前之后，佛法通达了，不要学啊！哪里要学啊？没有一法不通达了。佛法通达，再给诸位说，世间法也通达了。无论哪一法，没有一样不精通啊！不是一般的通啊，精通啊！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？智如诸相，这个相就是法相，这个智是自性般若智慧，
入一切法相，了法空寂，对于这个法相彻底明了。相由性空，了法空寂，知道宇宙人生一切法的真相。这才得大受用，得真实的受用，心地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不动的。像诸佛如来在果地上一样，不动心呐。不动啊，是真心显露啊，真心是不动啊。动的是什么东西？动的是妄心，识。是无明啊，无明是个动向，明就不动。诸位要知道，明是静的相，相是静的。无明的相是动的，所以我们供佛，供佛供具里头最重要的不是花了。前几天有个老法师来看到我们这个佛堂上没有供花，他就一再问花重要啊。看到我们第二天看到我们花摆上来了，他上来摸摸是真的是假的。最重要的是水，花代表六度万恨，表阴性，水表清净心。你看水没有污染，水很静，平的就生智慧。供这一杯水呀，就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心要清净，心要不动。不动，心是平等的。稍微一动呢，就不平等了。就起波浪了，不平等了。这个无量寿经的经题，清净平等。觉就是智慧，只要你的心清净平等，就智如诸相，了法空寂。诸佛如是，我们也如是啊！所以你必须要知道，一切境界相，相由体无，可以受用，不可以执着。这个受用就得大自在。如果里面稍稍去分别执着，你错了。虽有受用，你就受用得很辛苦啊。现代人讲的时候，你在受用当中要付出很高的代价。那我们付的这个代价没有法子相比的，付出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六道轮回，你说这个代价多凄惨多惨啊！我们要想自己智慧现前，要修定。在什么时候修呢？修定并不是叫你每一天去面壁打坐，面壁打坐是修定方法之一。修定的方法无量无边呐，无量无边方法里头的一种啊。我们念佛的人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，这也是修定。而真正会修的人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
这个是六祖大师禅经里面讲的方法，妙绝了。没有妨碍我们的工作，没有妨碍我们的生活，每一天该干什么还照干，一丝毫妨碍都没有。在这个里头做功夫，怎么个做法呢？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外不着相呢，禅；内不动心呢，是定。六祖大师教给人的这些方法，就是他自己在黄梅八个月朝方里面用功的办法。他得到效果，所以他信心十足啊！他以这个方法教人，他这个方法得到了印证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”啊，这两句话是给他印证了，这方法正确。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在工作里面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在一切应酬里面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果然做到不取于相，就是禅；如如不动啊，就是定。你才晓得修学禅定的范围多么的深，多么的广啊！一切时一切处，一切境缘之中都是道场。这我们这个经刚刚讲过，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啊？你懂得不取相，懂得不动心，那就是修道啊。功夫浅的得禅定，经上讲的三昧呀，成就三昧呀，得禅定就是成就三昧呀，百千三昧，无量三昧，这个意思我们懂了。功夫深的开智慧了，明心见性，浅的功夫得定，深的功夫开智慧，智慧是从这里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不是通过用思维想象去学习而得来的，那你完全搞错了。佛家的教学都是给你说明这些原理原则，真正用功是要靠你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怎么一个转变，你才能够悟儒啊。佛讲得很好啊，讲的话是老实话，佛对于一切众生只能做到开示，只能做到此地啊。示是说表演呢，开示开导啊，给你讲解开导你，做出这个样子给你看呢，表演给你看呢，这是示示相啊。那么你看到这个样子，听到佛的这个开导，你自己要悟入，
悟如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诸佛如来帮不上忙。我们听了开导，要能够悟如啊，怎么个悟如呢？转念头啊，也就是改变你的观念，改变你的心理，把你那个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心理改变过来就行了。哪些是错误呢？以前六根接触六尘，着相、取相、动心，这个错了。现在我们做一个大的转变，见相不着相，见相不动心，你的功夫就成就了，你这就悟了，你才能契入这个境界。并不是叫你相不要了，不是的，相还在啊。般若在佛门里面非常重要，世尊说法49年，讲般若占了22年，几乎占一半的时间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，古人把它分判为5个阶段，50说教啊。那么在50里面，般若占的时间这么长，换一句话说，是佛法里面的主修的一个科目啊，不是主修的科目，怎么能占这么长的时间？所以从这些现象上，我们就体会到般若的重要。也说明了开悟的重要啊。唯有般若智慧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转变。这个里面修行的总纲领，600卷大般若归结到最后啊，给诸位说，我们要用《金刚经》上的话来讲，三心不可得，诸法无所有，这10个字将世尊22年所说的包括进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一部600卷大般若经就是讲这10个字，说明三心不可得，诸法无所有。然后我们才在一切生活当中，一切境缘当中，境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一切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当中，真正会做到外不着相、内不动心。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好，我们的受呢，平等的受，那怎么不好呢？平等的受，我们感受里面呢，真正离开了苦乐忧喜舍，都离开了。在极乐世界没有感觉到乐受啊，不会感觉到好快乐啊。你到极乐世界感到好快乐就完了，生烦恼了。
到阿鼻地狱也不会有苦受啊，受是平等的，也就是说也不受苦也不受乐，这个心里头也没有忧也没有喜，永远保持着平等啊。这个平等呢，就是禅定啊，甚深禅定啊。在楞严会上，诸佛如来住首楞严大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华严经上讲的，如来住四字平身三昧，四字平身呢是形容，形容说这个三昧自在啊，啊得大自在啊。那么从定开慧，真摄智慧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事实真相。再看底下这一句，这一段哈，三世诸佛所有神变，于光明中弥布显度，一切佛土不思议及所有庄严悉令显现。这是十身末后这一条啊，列持身啊，列能力，这个是自信的本能，是信德的流露，也不是修来的。你所修学而来的能力都有限呐，都有个范围呀。自信的能力呀，不可思议，没有极限。啊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跟我们说。能持自他一真，自己的一真，在本经里面，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，这是如来自己的一真呢。他一真呢，是十方诸佛刹土。无量无边的华藏世界，像华藏这样的世界无量无边啊。那么这就本经来说，如果我们就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讲，能持自己的一真娑婆世界一真庄严啊，他一真娑婆世界以外的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的一真庄严。你看有这种能力啊，这个能力没有作意，没有思维，也没有想象啊！自信圆满的德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！经文上说，三世诸佛所有身边于光明中弥不显度啊，这一句是讲的。正报下面这一切佛土啊，我们一看就晓得那是属于依报佛土是空间，不思议及是时间说个空间，说个时间，那全都包括了我们先讲正报这都是讲的佛身。佛是正德
圆满的自信，所以信德圆满的流露。所有神变，这个神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神奇莫测，也就是说超越我们凡人常识之外。我们六道的凡夫，不但六道，连十法界，甚至于连许许多多的化身大士等觉菩萨，都没有办法完全明了如来果地上的种种功德庄严。为什么呢？等觉菩萨入的那个定没有如来果地上那么深，他见性没有如来果地上见的那么圆满。道理在此地，智慧神通道理比佛要差一等。这神就神奇莫测了，不可思议啊。变就是变化，转变变现，佛能够在一切刹土里面随意的现身，所现的身相无量的差别，随众生心因所之量，不但现有情的身相，同时也现无情的身相，在中国佛教历史里面，曾经有不少人是从物质现象里面开悟的，听流水的声音开悟了，看这个风吹树叶的声音开悟了。不定是什么机会呀、那个流水的声音能叫他开悟？佛变现流水的声音呢？平常他听着水为什么不开悟？这个时间听水为什么豁然开悟了？平常听那个水呀、那个水不灵啊，开悟那个一刹那当中，跟那个天那个水水灵啊，灵什么？佛力加持的啊。我们现在讲佛力加持，实际上呢，佛现的身现流水这个现象啊，不相同啊。为什么佛在那个时候实现呢？佛知道那个时候他开悟的语言成熟了，所以佛印机这个十界因缘毫厘都不差啊！你是在什么机缘里面开悟，佛一定变现这个十界因缘啊，时间恰到好处，变现这个现象正是敲开你那个雾门啊！如果用说法，他就现身跟你说法啊；如果用这些自然现象来给你暗示啊，他就现种种这种现象来暗示你，让你一接触
看到了，听到了，你就有所感悟，豁然大悟啊！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的现身，佛的转变，佛的变现，都是无心的。佛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那么佛在什么时候显现这神变，都是因众生之感。众生多了，太多太多了，不只是我们这个道场，我们这个地区，我们这个世界，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众生的数字没有法子计算，一切众生跟佛都有感应道交，佛可以同时示现这些神变。我们今天在此地学习这一部《华严经》，有没有佛的神变在这里呢？有啊。这么多人，这个心念怎么会不感动诸佛菩萨？你们到此地来坐了两个小时，好像很短暂呢，这几分钟就过去了。这种感应是很明显的，如来神变加持的。你在这个地方听到生欢喜心，不能完全领悟吗？也能够领悟的一分两分吗？随着各个人呢，领悟的深度广度啊不一样啊，无不是三世诸佛所有神变加持这个道场啊，加持我们大众。如果不得佛的神变的加持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帮助啊，护念啊，关怀帮助啊，你怎么会今天晚上不到别的地方去玩，到这来听经呢？所以你要细细的，很细心，你去观察，去体会，你就感到这个三世诸佛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。只要我们有个善心，只要我们有个愿心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欢喜学习，希望超越六道轮回，希望超越十法界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也能够像法身大士一样入佛境界。我们有这个心愿，佛菩萨知道啊，这个实身我们读过之后就明白了。他知道，他有能力，他真的关怀我们，他真的爱护我们，真帮助我们。那么现在问题，我们自己要懂得自爱，这一点太重要了，要懂得自重，
要懂得自爱，佛的这一份恩情我们就接受过来了。如果我们不懂得自爱，不懂得这个自重啊，佛这份恩情啊送到我们这边，我们没接受到，很可惜啊，送到我们手边呢不肯接受啊，你说这个多可惜。啊，自重自爱，这个意思也是深广无尽呐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。啊，这个余光明中啊，弥补贤毒，这个意思，我刚才都说出来了。啊，大家细细去体会。一切佛土，这是一报啊，讲的世界；不思一劫，皆是讲的三世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讲的是时间。那前面这个过土啊，就是讲的空间这一段是讲能持一报，前面一段讲是。能持自他正报，这个是讲能持自他依报。我们佛门里面常讲，数穷恒变，数穷三际，数是值得数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恒遍十方，这个里面所有的庄严，一真庄严，悉令显现，这个事情。就是我先头讲的，现代这些科学家天天在研究，在探讨宇宙的起源、生命的起源。世界的起源，也在研究空间、时间。那么现在呢，算是有一点小成就。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，这是爱因斯坦说的。他发现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，这是个理论呐。果然真的同时存在，那么换一句话说。要用什么方法回到过去？用什么方法呢？走进未来。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，那就好了。天下大乱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啊！世界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不要去啊！我们可以选择啊，选择那个最好的时间时段，最好的地区，那到那里去过日子多自在呢。你看爱因斯坦晓得有这么一个这回事情，但是现在没有方法。你看这个世间哪一个朝代最盛的时候，最好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佛教最后。佛教史里面讲，我们佛教的黄金时代是隋唐啊。如果我们有能力走回过去，那我们回到隋唐去过日子多好呢？那当然更殊胜的释迦牟尼佛这3000年前在
印度讲经说法，我们能够回到过去参与释迦牟尼佛原来的这个道场。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是在定中讲的，我们能够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的境界，那我们就亲自参加华严这一会了。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呢，这个是这个理上讲的通了，不知道什么方法。佛在此地讲得清楚啊，讲得明白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这就包括了盛世衰世治世乱世，全都包括在里面呢。佛力都能持，实在说如果不是佛力在支持这个世界，众生造作这个罪业，世界早就坏了。医报随着正报转了，这个世界还能维持现状，生活苦一点还能过得去，佛力加持，在这个地方真正看到这个自信的智慧德能产生的这个力量，产生的这个效果，这个不是科学家所想象得到的。那么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要学习，我们现在智力有限，愿力上可以加强，我们要有愿力啊。假如我们的愿力大过我们的业力，哦，那个就有很大的转变了。我们这个身呢，就变成了尘愿再来身了。业报的身呢，没有了。在这个世间就是尘愿再来生，这一个大转变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？生死自在了，业力这个生命到什么时候你该死没有办法，你决定逃脱不了的，你受命运的支配，你的寿命是有一定的。诸位都了凡四训，你看孔先生给他算命，了凡先生寿命53岁，以后他活了70多岁，那是他修的，他不是愿力转的，他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延长的寿命，如果是愿力了，那就没有了。住在这个世间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生死自在啊，是愿力啊，愿力不可思议啊，超过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愿力里头决定包含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积功累德断恶修善不包括愿力，这个转变我们要明了，要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